香港名模 Rosemary 美国出包，藏毒又照逃。28岁中发恶混血的香港名模 Rosemary， 台北时间周一晚上，在美国2天内连被逮2次。第一次被逮是在内华达州的黑岩沙漠，他和朋友参加 party 狂欢，他却被目击交付可疑物品给别人。警方从他身上搜出少量摇头丸，以藏有管制药品罪名逮捕他。之后，他以约48万元台币交保。隔天，他开着出租车要去还车，却撞到雷诺市著名地标和消防栓。肇事后，他无意停车，路人报警。警方在几个街口外拦下他。他解释是想回家再报警，不是肇逃，被带回警局拘留数小时。这是 Rosemary 撞上的雷诺市拱门柱子。警方发现他无法提供保险证明，且不当右转，加上肇逃，控告他3项罪名，并拍下这张眼袋清晰的素颜大头照。他以40000元交保候传，而藏毒部分他可能获判缓刑2到4年。Rosemary 14岁出道，出道14年，最为台湾人熟知的是2001年他自曝与歌手王力宏交往的绯闻，最后双方撕破脸。昨天，王力宏所属 Sony 唱片对 Rosemary 被捕只说很莫名，没什么好回应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